我饿了他们2个月，按照原计划，他们这个月就饿死了。可是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你又送了他们一单，又给他们奶了一口，这下他们又能再多活一个月。这条街上所有的中介都不做那个小区的生意了。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早点告诉你，你得听啊！眼看快不行了，你又奶一口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发传单去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 吃不过，我是个女人而已。我刚听您说，您想买凶宅，你有吗？这是新鲜的，旧的我不要。您想要的房子我有。他是个狠人，只要有生意他就接，只要你有需要，他可以给你现杀一个。冯店长欠人一百万，不要介入别人的私事，好奇害死猫。中天娱乐台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永庆房屋安家。